全是曲折的。行啊你，多不行啊！这就是我自然村人，只不过是在半山腰上那个村儿，这不是临安的车多。就像黄花坡一样的，只不过比他那更那路更长、更陡就是了。院落呢？不是都那个国都了？不那都，这不是都硬化了？得去看看，看看当地那个村民是怎么生活的，人家生活在什么环境？有人儿呢，村儿呢还没人。看着像上下道，你不要再走。他回头那俩是推进来了，这些人。哎呀，就长上气的门脸人。这就长上呢，那不长上怎么上？要是说，比如说上同学的话，他那里。既然这条腿儿要上学的话，自然就得起来了。这个村里的人的骑摩托车技术也得杠杠的，修个索道呗，操！哇，索道的话也行啊，但是这坡度嘎大嘞，修索道的话，他也得什么，要见识见识这里这个山村儿，看前边儿，真是漂亮。人儿就长上来的呢，就长上来，这就唯一的道儿啊，接村儿。9公里，这不是有那什么，有路灯，有啥的？还有10公里。那这都是山顶的呀？山顶是山腰，反正挺出名的这个村儿。但是没开发成景点儿，开发成景点儿之后，你就看不着它本来的面目了。它就为了旅游什么的，就说原始的村儿，就全都是黄花坡吧，就加强版的黄花坡。黄花坡不是也是这样的，一个弯一个弯的。我就走着走着，丹巴县美丽山村出来的，我找你，得看一下。世外桃源。怎么接触这样说话的事情？哈哈哈哈哈！要是走，下着我天色亮再跑，你跑跑不了呀！都铺在上面就干等啥来着？你看，允许你看，哎，下边爬这个很高了吧？我们，很高了吧？这山区里边的山村这样的路很正常。只不过是在那里没有这种山而已。一股都一股都在放羊啊！在那上也刚高级啊！现在明显比现在深了。我们又到云山上面了，回去。不要装我知道啊！啊？都要快到云山上面了。对。你看那不是那个山上那不也有小路吗？看到没有，一条一条的。那今天还在那给拉出来。啊、
你看那不是这是很多在云端住的吗？你看看没有？出了，跟着一直。一个呀。就那人不下来住了。他去哪里啊？下来。下来不是你要那个单巴，去那儿住也。单巴，你们看到全满了，只要是平地儿。全满了。你再给我说的话，一发生刚才还得说咱妈就压力厉害了，他没从那边出了，他没有地儿啊，你知道吗？单巴县城，你看哪里有空地儿？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有修路打吗？遇山就加路，遇到点困难凭自个的力量去克服，不用任何人。道它太高了，之后也不太适合修索道吧？它太高了，怎么修索道？它那坡度这么大，那索缆车都碰到索道上去了，太高，它坡度太大了。再就是它这一个村里还不知道几户人，它值不值当的呀？看这里，上面还搞活动，哈哈哈哈哈！有脸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那点事儿收小北了啊？牛啊！他给我下山是五十多米，连他这有些车也跑不开呀。他这有他这破车道就到这里，有一个先挪到这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供你破车的地方，就比如这里，这个往前开一开，然后从这里走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这样，有一个车先到到能破车的地方去破开。他这个地方人口不多，两辆车相遇的机会也不大。开车的不多，有半个车。他应该是每户都有个车吧？哎，只有我赶上啊！你们两个。少跑的，乖乖，坐车。八郡八所村。八宿村，好，往前。找景行是吧？啊，景行，得咱看看不是，我看看他那个是后边是什么，我是故意倒的。我看那是什么？莫洛村、多比村、八郡村。好说是现在他都修了护栏了，不修护栏的话，那真是有点吓人。他都修了护栏了，就好说。你看那没问题。啊，这不是说吃饭不是牛到现在地，那农作物也不到牛。你没看那牛吗？牛羊吗？就靠这个呀。得杀好多的。随便他就撒出去放，反正放晚上就回来，到了出栏的时候就卖。这人也太无聊，这里的鱼我也不能这么说。哪里看了去不了，太无聊了，太无聊，到里再修一修。怎么样你对面这风景，山上一个一个的房子，太阳妈你快看山上那里像大棉花糖吗？一会儿就飘到你的头上来，一公里后靠左直行，往沙发上，你往后边靠左坐。来，前面有个车，这个前面有个车，就找个能什么的呀，他在等着我们了，对。
里的人都黑乎乎的啊，你看只要是农民，他这个肤色就变不了了，紫外线这么少。但今天那边就变不过来了，已经变不过来了。现在今天这个什么，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挺好的，没有太阳是吧？有太阳的时候咱要待在这么高的地方啊，很晒得上。阴天，看对面那些那房子真是漂亮，你看真是在画中啊是吧，真是在画中啊。好，我照个相啊，你看真是漂亮。你这地方你看，在这地方住的话，那你先在这儿住吧，以后真是长寿啊。怎么样啊，长寿啊，不用长寿啊，在这儿住。白西，在这儿住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在这儿。那你去哪儿住？跟着你。啊，那我们都在这儿住好不好？啊，那你说了，你说让你姐姐在这上学吧，你姐姐你在这上学吧，呵呵，行不行啊？他这个房子你看了吗？该挑背挑背的，他说在这山绿色里头显得格外漂亮。车的不行，让你姥姥来坐就行。让你姥姥来坐就行。我看你不来了。你姥姥上了黄花坡的时候，说很刺激。上这来坐的。学点国货，你想走方正迈。两个腿就抖车。来，你回去给你姥，这有着路箱，你进去姥姥看看。然后你接向左后方正迈，向左后方正迈，如地图所示。这里好多村儿了，你看了吗？不止一个村啊。在上边从这一路上来四六个村儿。850米后向左后方转弯。你这海拔你不走你这呢？海拔不知道呢，要爬上来的三四百米是有的。三四百米是多了。我们马上要追平云彩了啊！向左后方转弯。